What is a moment? Sometimes it is how long you need to bear the weight of expectation and win an Olympic title, something Li Wenwen has done more than once. But beyond the chalk chairs and raw power required on the platform, the charming Chinese weightlifting champion has more pursuits. Today, she's been invited to visit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Museum. Give me a moment, and we will see which exhibits have caught her attention. Hello, 终于见面，好久不见。巴黎回来，好不容易咱们有机会出来逛一逛。刚好我们这个工美馆有一个非遗的展览了，对，看看。这个是我们杨馆长。杨馆长好，你好。这是泉州的华灯，这个叫板龙，俗称叫板凳龙。悬挂在这个门上的，东北这个很多啊，好多虎头虎脑，虎脑，要不拿着看一下，这个其实是不是缩小了以后这个？这是小孩玩的，像那个对这个舞狮里面呢，它里面也是呢有成年狮子，也有小狮子。哦，行，我松手了。啊，不沉。耳朵动了啊，动了，使点劲。哎，动了，把那个给我捂。我天，这个好！我要看这个，你给我捂这个，我要看。这就是狮王了。狮王。面塑。试一下一个花瓣就好了。就是咱们祖国传统的面塑，非遗面塑，最近有2000多年的历史啊。揉一下，把那个水分要充分出来。发成水滴状，水滴状，一头大一头小，就开始上难度了。不要用这样，是用手掌搓出来，感觉我包了个饺子出来，这就是花瓣。哦，这个边缘是越薄越好。拿着自己捏着花瓣，然后拿着对，拿着一个花，捏好的花，把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呢。发扬光大，弘扬出去，像这个文文一样，啊，用自己的力量呢，为国争光，举起了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对，我们的时尚文化也很骄傲，提高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荣誉感。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传承下去。这样的一些这个文化呢，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创造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呢，还在不断的在更新，还在延续，还在创造。咱们刚才转了一大圈儿，在工艺美术馆非遗的展览里面，有哪个文文印象现在最深刻？我觉得最深刻的还是刚刚我们做那个手工啊，做雪花。对，那个花我觉得还挺深刻，因为我们亲手去动它了。咱俩都把那个花瓣包成饺子片。对。哎呦，这特别不容易。今天能有机会能来这儿转这么一大圈，对，觉得很感谢，就是有今天这种机会，因为对于我来说，确实这种机会很少。我们一直在备战训练，今天有这种机会，我觉得很开心，能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力量，能就是让我们的传统能继续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作为一个00后的蝉联2届的奥运冠军，你觉得希望能够带给关注你的粉丝，特别是小朋友，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我觉得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现在这个成绩，能让更多的小朋友或者是同龄的人，就是不要去怀疑自己，我们要认可自己，然后之后能让他们自己去实现自身的价值，然后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是这个样子。说到开心的事情，就感觉文文只要出现在镜头前啊，永远都是特别特别开心的样子。我是属于这种很珍惜这种时光，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运动生涯是有限的，然后就也要珍惜这种就是能在镜头面前能去展现自己，然后就能通过自己的力量，然后通过自己的这种表现，能带动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小朋友，所以我觉得我要带动大家。你觉得在那个东京奥运会上比心的李文文，和现在在巴黎奥运会上蝉联卫冕了冠军的李文文，这两个李文文中间，你觉得什么变了，什么又没有变？变化的东西更多。你像东京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懵懵懂懂，就是教练
拽着我说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到巴黎我觉得教练也是对我换了另一种方式教育我，然后就让我更多去感受它，要理解举重，感受奥运的精神。所以说这一届从我训练受伤开始之后，我就去感受我这么项目的魅力和项目给我带来的自身价值。这一届我觉得更难，然后更难，但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再苦再难，我感觉我都做到了。接下来的备战，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觉得是成熟稳重的，我觉得做事不急的。我更多是出现问题，我是积极面对它。文文还有哪些生活的目标或者生活的乐趣想去体验、想去实现？我教练跟我说，就是我们什么阶段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事情。我更注重，可能说我也知道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备战这三年之后，我需要一个调整时间，那我就积极面对它。我现在就是需要一个调整的阶段，来享受一些跟比赛无关、跟训练无关的事情，包括像我今天来感受我们这个非遗呀、然后可能像前段时间我去看了演唱会呀、那我们平时都没有时间。但是如果是说，我们假期结束了，那我可能就会及时转换成我又要备战训练了。但当下我就是说享受当下，享受这个短暂的假期这种快乐。我还记得三年前咱们采访的时候，你就模仿了特别长一段自己教练平时是怎么叫你去喝茶。我记得是以喝茶的方式叫你谈心。对对，他那个时候是以喝茶，他更多。所以现在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现在的你谈心？他现在更多是让我自己做，然后之后，我真的是做不明白时，我会去找他。而是之前他是去看到有问题，他会直接去找我过去。现在对他更多是想让我自己来做，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对我来说，我很珍惜。我一直没有问过文文这个问题，在文文自己的心中，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运动员呢？我首先是感谢，我很感谢大家对我这种认可。我现在还想再往下走，首先要是我觉得要对得起大家对我的这种评价，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训练是一种更好的鼓励。接下来我觉得努力的方向是很明确的，我对于下一阵的备战，所以我还是很感谢这种肯定。其实我们也知道文文也经历过低谷和伤病，然后接下来文文还有更远的举重的道路想要走下去。那么在未来的道路上，你觉得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人生中未来的挑战？经历了去年受伤之后，受伤第一刹那我是不理解的，我说我为什么会受伤，我是很不理解。后来帮我静下心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我没有这次吃亏，我不会得到我现在这些经验，我很有可能拿不到这个8.2的冠军。接下来在受伤之后，我就不会怕，我会知道，我会明白我为什么会受伤，我也知道怎么解决它，我能积极面对它，而不是说像我上次受伤，我先逃避，逃避完想解决又不知道怎么解决，然后就感觉浪费了很多时间。其实我更多的现在告诉自己，就是人要往前看，把每一步走好，而不是跳过了。我看我的第三届最终是什么样子，我更多是总结经验，我能把我每一步走好。我相信我把每一步走好了，过程走好了，我的结局不会差的。其实刚才文文说了，自己想要给年轻人带来更多的是榜样的力量。对于这些正在自己的梦想的道路上奋斗的年轻人，你想对他们说点什么？要肯定自己。我在我受伤的时候，我给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谁都可以怀疑我，谁都可以不相信我，但是我自己不能怀疑我自己。我首先自己要肯定自己，其次就是不要在乎别人的想法，我们要坚定自己的想法，要坚定自己做的事情，就勇敢去做，过程做好，你相信结局不会差。我这节目最后啊，也是带来了中国日报的文创送给我们的文，这也是中国日报做的拼图，也是我们拼图啊，也是希望文文在未来更多的时间能有在训练比赛之外更多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然后去探索更大的世界。好，谢谢。